这次演练紧紧围绕三月丛林地作战行动，区分适应性训练和综合演练两个阶段组织实施，注重提高双方联合指挥筹划、联合行动控制、联合火力打击等方面能力。联演期间，中老两军参演部队将共同开展多种武器射击、单兵综合演练、分队战术、战斗勤务等多个专业科目的训练。预备，到！发射追光枪！放！发射追光枪！出弹！放！发射追光枪！出弹！一分钟！放！